们是今年毕业的印尼学生。那为什么我们的名字就是我们爱文藻？四年前我们来文藻的时候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懂。但是，在这四年当中，我们过了很开心，很困难，所有全部放在一起。那最后我们已经爱上文藻，所以我们的名字就是我们爱文藻。那我们也是已经表演很多次了，在学校里面或是外面。现在我们已经四年级了，快毕业，那可能这次表演是我们最后一个表演。那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表演，谢谢。